帅啊。请去到属于你的位置 ，UNITE 组合第二名。李湛宁其实是一个非常具备了潜力的歌坛新人，他在个人单飞发展之后推出了唱片，其实会让我感觉到惊喜。而且他对于唱跳歌手这个身份的挖掘和坚持，以及他在音乐上所付出的努力，其实是有很多闪光点的。李湛宁真的是非常勇敢。能够在前面的队友大翻车的这种情况下还敢来到我们这个舞台，我说明李湛宁应该是做了准备的，所以看看他的表现怎么样吧。南湾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很酷，他是个 rapper， 然后他是通过女团综艺出来的。他自己其实是一个兼有唱跳能力和嘻哈能力的一个 rapper， 个人这种独特性啊，决定了他其实在女团的里头的发展并不如他自己发展。 rapper 有很多，乃万只有一个。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需要很清白。我这辈子都没这么娘过。没关系，你就拍上来就好了。我怕打死你。李振宁性格还有能力都特别好，比较超乎我对男团出来的成员的印象。这也是我第一次跟女生有这样的合作舞台，而且是比较撩，有点稍微性感感性的一个舞台。这样，从来都是我这样别人。哎呀，好害怕呀！你看前几期了吗？我也看了。挨骂了，明天要挨骂。如果确实我做得不够好的话，连我自己心里的预期都没有达到的话，那我也没有什么好反驳的。加油！蠢蠢欲动的唇印，就要越过危险关系。See pretty and just see， 让你眼花又走晕。蠢蠢欲动的绝技，你已经被我摆平。倾听我的双眸，爱的雷达锁定我。要爱不要啰嗦，幸福不要光说不做。说的是那种危险，你的礼貌表现何其毒液，思维脱缰，今夜注定无眠。以为你能抑制我的毁灭，就像遗忘了亿万光年。抱歉，我不能继续冒险，尽快让爱肆意的坚决。完美微笑的唇形，让你一段又神秘。蠢蠢欲动的身体，就要越过危险关系。Sexy pretty and juicy。
都在做什么怪，我的玩法就是怎么做怎么来，最大胆的颜色嘴巴很锋利，我目光的炎热都说了蜂蜜，草地伸出欲动 yeah you wanna kiss me you wanna kiss me 我劝你不要 diss me 来点新的花样 show me what you got 你除了小心机只有年龄比我大，微笑的真心让你意乱又神秘，蠢蠢欲动的唇印就要越过危险关系， Pretty and Jesse 让你眼花又头晕，蠢蠢欲动的绝技你已经被我摆平，微笑的真心让你意乱又神秘，蠢蠢欲动的唇印就要越过危险关系， Sexy Pretty and Jesse 让你眼花又头晕，欢迎乃万，欢迎甄宁来到我们天赐的舞台。来，要不要？因为你们要唱跳，让你们先平复一下，好不好？就是体力 OK， 就是心情比较紧张。嗯，那在你心目中，这个舞台是怎样的一个印象才会给你有压力呢？好，轻轻指了一下老丁那边，就这几位是吗？嗯，因为我的好朋友上过嘛。谁？哇哦！然后结果我也来了。乃万，乃万，没有想到你唱歌这么好，因为啊，谢谢谢谢。对，因为你那个节目，好家伙，吓坏了！我天哪，丁老师居然夸人！别着急，别着急，憋了一口气。我在这个台上夸了好多人，好吗？我能感觉到。你的说唱的能力是比一些号称第一什么女 rapper 什么的要强太多了。我不知道这个歌词是不是我自作多情，我觉得有点针对我，哎，我又得做什么怪，然后劝你不要 diss me， 来点新花样 ，show me what you got， 你除了小心机，只有年龄比我大，对我年龄确实比你大多。对，因为这样入座了，感觉就是说的你啊，对，真的对，人心合缝，哇。哦，倒没有，真没有。我解释一下，因为这首歌整体表达的其实还是一个女生比较强势的状态，男生就是那种，就是明明喜欢你，然后说反话，所以我用了这个不要说反话，其实是这个意思。哦、情感世界里，乃万，你就说就是在 diss 你啊，当然就是在上热搜了呀。我不要，我不要上热搜，我不要。我觉得刚才的表演很放松。觉得给个赞，因为两位的状态都很在位，很在那个歌里面应有的感觉。谢谢老师，谢谢啊！而且我看到那个乃万那个个性，在这首歌里面就是那样一个表演范式，都藏不住他那个特别有个性的感觉。而且另外他刚才说唱的音色很好听，一个本来应该去参加这个说唱比赛的 rapper， 然后去参加了唱跳的，其实那个女团真是无语了。我参加说唱比赛得了100多名，参加选秀节目得了第10名，很奇怪。那今天这首歌我必须要说他做了很大的准备，包括这首歌的舞台的一些走位啊、动向啊、调度啊是非常多的，是非常复杂的。我可以说这是个很好看的表演。谢老师，谢老师。今天在演唱的两位上面来说的话，乃万当然给我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一直都说过我对于那个中音有厚度的女生其实是没有太多抵抗力的这样子。那再加上我觉得乃万真的很帅。李振宁呢，你的声音其实是真的还不错。我有注意到其实在整段音乐里面，其实有除了 rap 之外，其实有几个你必须要拉长音还有高音的这个部分，其实我可以听得到你的声音的特色跟音质，只是说在这首歌里面我比较难听到你在声音上面的发挥。是的，因为天赐这个舞台是我们就是唱，以唱为主，但是我们也是想要把舞台做得完整，所以我觉得虽然唱跳在这里吃亏，但是我也想来走一走。那刚才实际上李振宁我真是没太看到你的优势，既然是一首唱跳歌曲，那你的跳
首先我觉得你把它做到极致，然后你的唱的话，你应该保留你的特色，你至少让人听到你的特色。但是在刚才的表演中，我真的没看到你什么特色。嗯，其实我是第二名出道的，但名次很好啊。对，但其实很多人觉得高位出道是光鲜亮丽的，但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很多人会觉得偶像他没有实力，虽然说我们不能努力把这个东西做到完美极致，但是可以做到自己的极致。对，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昨天李真一直跟我说我们要做好挨骂的准备，我说万一我们被表扬了呢？结果今天真的有受到表扬，就哪怕是被一个老师表扬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真的非常感谢能被老师们表扬。不管对错都是相对的，我会去参考。就这样，谢谢老师们。接下来我们要选择的是合伙人，今天你们要选择的音乐合伙人是张韶涵老师。理由？喜欢美女需要理由吗？厉害！没有，就真的就是青春偶像。你的小手出卖了你这种喜欢的程度。太喜欢了，谢谢。我真正认识到张韶涵老师是他在唱《阿刁》的那首歌。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自己想当艺人，自己跑去上海啊，然后挨家面试啊，面试工作、广告啊、模特啊什么，对，生活很不如意吧。对，然后有被老师的歌就是鼓励到、感受到，然后后来慢慢的就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是的，所以我觉得是张韶涵老师有给我鼓励到。谢谢。张韶涵老师现在要做出你的决定，在乃万和郑宁之间请做一个选择。韶涵老师的选择一会儿揭晓。首先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抢人的环节，看看其他三位老师是否想要跟你们合作。胡海泉老师 乃万，谢谢老师。哇，这个好用心啊！啊，一定要很用心的，尤其是对女生啊。谢谢老师。我觉得乃万是特别北方那个大妞的那个感觉，就是很直接啊。我觉得这个性格很好啊。但是我更回归到说做音乐合伙人啊，其实我这个人是这样，我很擅长辅助别人，所以如果本期我有一个音乐合伙人，我的目标其实还是希望争一次自己认为很有价值的这个金曲的机会。所以呢，现在呢，就像我拿到了手中一杯非常棒的陈年的 whisky， 我们一起调试出一个让所有人都那个味觉打开的那样的一刻，好不好？乃万喝酒吗？我不喝洋酒。那你喝哪款酒？你告诉我。我爱喝果汁儿。这样吧，我们来一个那个叫 mix 混合果汁儿，然后呢，但是我就是加在果汁里面最重要的那个金酒，会让那个果汁儿更有魅力。胡海泉老师就是突然之间为了你变成了一个调酒师啊。海泉老师已经抛出了他的橄榄枝，接不接，决定权在你手里。那我啥时候能看这个？别想那么远，当下你先要做一个决定。你之前要选 Angela 韶涵老师，但现在已经有了一个100%确定的一根橄榄枝。我觉得乃万真的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全哥的邀约。谢谢哲哥。哇，我觉得你们俩真是互挺哎。所以乃万，此刻你的选择是我选择胡海泉老师，我不等了。乃万，我帮你在下半场玩得特别开心。好，谢谢老师。相信自己的选择。我可以的。哎，把那个奈和那个问加在一起，变成十全十美的表演。是。好，现在我们马上来揭晓
邵涵老师他的决定，他到底选择的是已经跟海泉哥走的乃万，还是郑宁？张韶涵老师他的选择是，张韶涵老师他的选择是不选。郑宁加油，谢老师。有请乃万宋雨琦带来怪美的。将和朱星杰继续锁定，成为下半场的搭档，精彩就在下半场，一会儿见。大家好，欢迎来到五幺 Talk 在线千少儿英语加油时刻。今天对于自己的舞台表现满意吗？还可以。被丁太升老师表扬，是不是觉得很惊喜？对，挺开心的。好，那我们今天的助力口号就是 The best is yet to come。我们合唱的歌啊，我给你放一下这个音乐，你来感受。学到了很多，这一趟来的非常的值，让我更加明确了吧。我一直以为情歌它只是一个方向，其实情歌它还有很多很多的支路。阿哲老师用这首歌给我指明了一个更加清晰的支路在哪里。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阿哲老师，送给卓璇，谢谢。谢谢。接下来请上这一组，哇，今天听说不得了了，
到底如何大的场面，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让我们欢迎胡海泉乃万给我们带来无价之劫。玩玩玩好。跟我浪潮破浪，多认真的亮相，努力跳摇一摇一摇一摇。看我乘风破浪，多诚实的欲望，努力强摇一摇一摇。娱乐记者的采访紧张接近见谅，一顿刻板的开场在意依赖又和成长，情人一面万人一腔，凝过的气场，哦，尽情原谅。小女很高仿，雕个标准形象，保持独有的锋芒，尤其遍地幽香。狂我的狂妄，荒我的荒唐，大份青春的鸡汤，管你的脸放不放。看我弄潮不浪，多认真的亮相。不安于现状，总在意浓眉淡妆，我的身材怎样都不要指点，活得分外潇洒才是我的实验。随便爱不爱上，买不买账，你的眼光用对我造成什么影响？我的远方属于我的艳阳，为了台风再大，我也逆风飞。被风吹乱了发梢，轻浮一脸的骄傲，你看我会心一笑。跟我浪加波浪，多认真的亮相。努力跳摇一摇，耶！跟我乘风破浪，多诚实的欲望，努力唱摇一摇一摇。谢谢谢谢，这支乐队的名字叫做 Mr. XL。我觉得这个让我们带到了海泉哥的家里啊，一个沙发音乐会的一个现场，还原到了天赐声音的舞台，那种反差和冲击，其实是很有魅力的。海泉哥真的也是魔法师啊，总是在每一首歌上面，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新意。
今天特别是还蛮喜欢乃万在舞台上那种洒脱的感觉。谢谢，我爱你。乃万，我觉得你自由自在的感觉特别好，你是乃万，特别棒。然后我觉得海泉最让人刮目相看的地方在于，他敢于去尝试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这个舞台应该感谢海泉，他呈现了这样一场真乐队的表演形式，非常棒。谢谢谢谢谢谢。我看到整个就是舞台上的这个乐队，还有两位歌手，他们的状态就马上让我想起一个叫 Tiny Desk Concert。就是一个在一个办公室里头举办一个小型的音乐会。那么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它，就是返璞归真，那么回归到音乐最本源的一个状态。歌手们的演唱，然后乐手们的演奏，其实是你之所以演得起，再也写不出我的不一样的情节，再也不会经历理解，让我更勇敢的爱，能够跟我一起 fly。清醒，沉思我所爱的就是 real love， 不要趟风石头攻破我的 brave heart， 听说灿烂只是朋友我的好爱，就要不同寻找惊艳的口味，漂浮在宇宙不管高也不离头，活成白鹤狗，只要加入不要抵挡，给我外星的能量，给我外星的能量。想做谁的宝贝，重复的生活好累，哎，我只想陶醉在阳光下，尤其夜色里，短冰雪天，或者暴风雨，需要点料，打起精神和下一秒战斗，一样的路，一样的步子，我也能走得过一样的苦，与生俱来就是吸引他们注意，此刻我只是需要外星人的助力，漂浮在宇宙，不管高也不离头，我像海的狗，只要加入不要抵抗，给我外星人能量，给我外星人能量。